那我们中华职棒也很多的球探在这里等待，看能不能好选手可以往楼下。哇哈哈，今天真的打顺，3-3。今天的这个比赛，如果后半段比较关键时刻哦，搞不好要闪一下詹姆斯了。不，当然要看比数了、哦，比数看到底到最后是形成怎么样的情况。对，那现在当然是一出局一再的，就跟他先拼看看。对，结果他今天打了第3支安打。哇，确实状况非常棒。这几个球的攻击了、哦。